粉丝说要看看擎天柱的老婆，先给他大大的眼睛，小鼻梁，大嘴巴，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部位？接下来给他画个底裤，女孩子随身携带的口红火箭，给她戴上大戒指。稍加修饰，准备好辣眼睛了吗？ I am a good boy.